早上9点多，天空突然砰一声，突如其来巨响，吓坏住户。砰的一声，仿佛大爆炸，监视器镜头晃动，住户冲出来查看，奇怪，不是电杆爆炸，也不是地震地鸣声，往天空看，猜测可能是战斗机引爆声。网友回应南投信义，也有听到阿里山半山腰超大声，眉山山区加一，民雄人吓惨，巨响范围广跨县市都听到，还传到嘉义市。有一个声音呢、啊，对，啊，但是讲山林这平地拢听个足清楚的啊，对，啊，结果那是唔知什么物件，嗯，拢又无啊，啊，唔知是迄个喷射机的迄个引爆哦。到底是不是音爆？有民众拍过战斗机飞过，音爆巨响。而这次不明巨响是这样，相似度还真的超高。民众听到巨响范围，大部分都在嘉义空军基地周边。空军回应证实是 F-16 执行试飞任务造成音爆，请民众放心。只是没想到战斗机巨响居然能跨县市传到山区，再传到市区，让人惊讶。记者黄讯侯国文加以报道。我是徐国豪，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，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，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，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，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